香。对，我在录视频。宝宝，好，换个方向。安宝，好不好吃？你在吃什么？在看。要不要看看你自己？宝宝，他好小，看不到。里面有没有安安啊？宝宝，你们说姨好啊？你们说姨好？好，谁好？谁？谁好？安安好啊？是对姨问好吗？姨呢？安，小花猫，哎呦，嘴巴还这样子吃啊，你小花猫，嗯，不擦不擦，妈不擦，小花猫不擦。哎，我跟你吃的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一样吗？一样吗？哦，那个我也。其实大概都能听懂，但是他看他没有回应，他今天还说的不多，平时还会说呀呀就会回应了。哦，今天有一点，可能还就是太久没见，他要多一点。然后他在看镜头。啊，你看，红螺烧，好吃？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咬一口。要吗？要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给你分一口？要不要给你一点？你要说谢谢给你，就这样打扫了，一点都不客气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吸管吗？看吸管吗？看得这么严肃，但是 你要拿是吗？你手上有一个啦，你手上有一个啦，对，你还想插进去啊？妈妈还没开始喝呢，等我插好不好？来，干杯。没干杯啊！你也知道这是茶，奶茶。这是谁啊？喝这么认真，你在喝什么呀？你在喝什么？安宝，你在喝什么？苹果水。啊，他在讲苹果，他说果果就苹果水，因为这个我们早上有就是有给他煮一点点的苹果的那个味道在里面。难怪他比较爱喝，我就很甜哎，你该几分糖了对吧？我只能少糖，上面有水吧？可能是因为它是黑糖的，所以就会比较甜。他说他奶应该是没有糖度的，然后那个黑黑糖里头。妈妈在呢，妈妈在呢，妈妈爱你啊！哦，不能跟我在一起了。好了好了，妈妈坐这边，妈妈坐这边，妈妈坐这边喝这个奶茶，奶茶可以喝吗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不能再跟你一起走。哦，好了好了，那稍等一下，我们这个吃完我们就走了，是吧？你想拿去哪里玩？哎呀，安这么厉害，牵着妈妈走。哎，有有。妈妈，你上来吧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。安宝。在开车吗？是不是在开车呀？开方向盘怎么动？方向盘怎么转？我人生第一次坐这种小火车，应该是第一次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有记性来，第一次坐这种小火车，我跟他坐在一起。你跟小丑一起，好可怜。就他们两个人坐在前面，然后我只能跟他。方向盘，哎，是不是你在开车？他开始动方向盘。哇哦，哇，你载着我们俩哎，啊，你好厉害！哇塞。
小司机，就是有点懂驾驶的嘛。对，好厉害的小司机啊！小司机在转弯，是不是？这个好适合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就可以记录一下旅途中的一些，就不是单纯的一个照片。我后面要出国玩，然后我就想说让我拍嘛，然后我就拍。手手去啊！拜拜怎么做啊？手手要不要挥一下？哦，飞吻啊！呜、哦，给谁飞吻啊？你给喷泉飞吻啊？飞吻飞给谁？再做一下。飞高高没？啊、好随意的飞吻哦。哦、oh. ，你要跟妈妈装啊？啊，好像喝醉了一样。就这样就。Hello， 我们跟镜头打招呼。Hello。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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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嗨！镜头，再来嗨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！大家好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安安。你会说对不对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安。嗯。但是他应该也是安串串的。对。还是说后面？还是他后面还有一个这个酱烤牛小白的？妈。也可以啊，你挑吧，酱烤牛小白。烤的。妈。干嘛？住！哇，你要喝汤吗？不想。那就点可尔必斯，可尔必斯那个什么芦笋卷是吗？那是它是五香五花肉子，你觉得呢？串烧秋葵啊，可以，两串啊，应该是。连那个坏事都被录下来了，知道吗？嗯，都被录下来了。录下。那我们主食就一个三文鱼卷就是了，嗯，够不够饱？有几个也不知道。妈，你镜都没了，对不对？我还要剪啊、哦，也是。太长了。你要剪多碎、啊？好放到他嘴里吧。不过这看的还挺软，就是。妈妈在给你剪面，妈妈先看一下烫不烫。发现我没勺子，你的勺子先借我的，我叫服务员再拿。嗯，好吃哦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要点头。好吃吗？没有。哎，你就是我的回忆。觉得啊，哇，那时候我一周八的时候是长这样子的，嗯，我一周八的时候是长这样子的，一周八了啊，啊，一周八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嗯，你八个月的时候不长这个样子，你八个月的时候姨还没开始，八个月还抱在手上呢，对不对？等你两周八的时候，等你八岁的时候姨在录，哇，要是他八岁的时候还在录，那这种东西有时候会有一段时间的那种。其实我就很喜欢的是，我小时候我爸妈都还有做一段录像，就是之前我去旅行，也有做录像，而且我们以前那种照片是洗出来的，你不觉得特别好吗？就是用胶卷拍的那种。你是你家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会爱拿着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录像，我们有录像，但是录像还说记忆就是留下来的片段不多，基本是出去旅游我们拿去拍。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我们的相册翻开都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很真实，就因为毕竟是拍嘛，你拍不好看我们也会洗出来也会留着嘛。是。然后现在就是你手机拍不好，哦，我不想要我这样子的样子，就删掉，对，就没变得都是美好的你。看那个爱哪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等安安四五岁的时候，我应该还在录吧。至少打算录到国。我最希望的是你坚持的是你等候你以后你有宝宝了，你还每天这样给他做记录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应该会吧，如果我能坚持到博士毕业，我以后应该也能坚持下去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给小孩子记录真的还是少，就照片啊，小录像也是有。回头你就可以看我这期来看。但是你这样的录像真的很少。
我其实现在我们有了娃，有手机照片不舍得删的，也就是娃的照片，自己的照片就是觉得只想留几张好看，其他会删掉。娃的照片就是那种，它明明就是也就比如说一个定在这里，只是一个这样子一点点的差别，一张都不想删，就是他的照片都不想删掉，好看不好看都不想删。你回头再看，就都是他成长。秋葵，放这里，分你一点。这是装饰的吧？是真要吃吗？我的葵，你的葵，我的葵，秋葵，秋葵，葵。你第二个什么？我要开始变身美食博主。变美食博主，像我这种，吃起来。啊，姨问你好吧？姨问你好吧？妈妈，姨也可以问你好吧？嘴巴张大，嗷一口。失败了，失败了！啊，这一口，这一口！啊，还你，还你，还你！来来来！啊！哦，妈妈喂，妈妈喂，来看一下妈妈的成就感，来，真乖，这个姨好伤心哦。吃完了再咬啊！妈妈教你拿，这样子怎么会拿得好？这样子对。哎，你刚才不是吃进去了吗？嘴巴还没吞。哦，他吞完就要放进去了，已经准备了。准备 ，ready。桌上的不要，桌上的不要，重来一遍，重来一遍。Ready，go。慢着，慢着。谢谢。哇，真棒！蛋。你想干嘛呀？把手肘拿出来，好恶心！哦，又开始转圈圈了。妈，抱大腿，抱大腿，这真叫抱大腿。是的。走，找爸爸喽！找爸爸喽！你看到爸爸时，跑过去抱爸爸哦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看到爸爸的时候跑冲过去抱爸爸哦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在外面。啊？慢一点，我们要跟他的儿子分开了。对哦，他像我这个小表情，就像做坏事的小表情，把我儿子给丢掉了。以后我把这段放出来给你儿子看。不行的，我的儿子不在了。我们现在终于是二人世界了。嗯。哎，没想到我现在已经沦落到要跟一个小男孩抢他妈妈的地步，好悲惨。我们现在去喝咖啡。很久没喝咖啡了，不对，很久，就是前几天也有喝，我意思是很久没有这样子的咖啡了，你懂吗？以后就是让薛荣随时跟在那个地库里头。没有，他这样还挺好。那这个视频不止不能给安安看，还不能给薛荣看，他不能看啊。看看，等一下，看老婆婆有多潇洒。我给你看一个那个事情啊，等一下，有一个小熊的，看不到，拍不到了。摸摸，爸爸在带娃，马上就要回家，好香的咖啡。对，我是觉得他们精神还可以。等他们进来，我们就走了。改天再约，不容易的妈妈。
的又不容易，挺开心的，真的。来了，慢一下，好了，好。安保，拜拜，跟姨说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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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吻呢？飞吻。拜拜，拜拜。飞吻再来。飞吻，飞吻。拜拜。